我们讲这个古树，它是不能长得太快的，嗯，一年长个一两公分，长就足够了。只要它叶色芽饱满，叶色是挺立，它就很健康。嗯，挺好看。 用那个虫啊，病虫啊，因为在上面滋生，这个或者刮掉，或者那个把竹节把竹节把它刮掉啊。那么现在可以说了，这个一个是目前生长非常正常。今天来看了一下大多数目前都还可以，几乎别的那么出现了一次这个开裂了或者这个脱落啊。 那么下一步啊，就我们需要这个进一步这个进行这个修补或者这个改善。